你为我打 call， 我打 call 给你。喂，女士你好。你是林超弟弟吗？我是骗子。我是骗子，你竟然认出来了。所以姐姐你在干嘛呀？弟弟，哦，我在给你投票呢。你在给我投票呀，姐姐？是啊，开心吗？开心。弟弟，我可以问你一点问题吗？可以啊，你可以问啊，姐姐，随便你问，随便问，怕什么？弟弟，你最喜欢什么颜色啊？我最喜欢的颜色，复古一点的颜色吧。复古一点的颜色啊？对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复古风，但是我。你是摩羯座对吗？对啊，我是摩羯座啊。那你知道我是什么座吗？你是，让我猜一下吧，姐姐，你是金牛座。我是什么都愿意为你做。你真厉害。我有一些话想对你说，你要安静的听我说好吗？好，我听着呢。我们唐晶都为你写了99封情书，我们做成了一本书，应该是寄去公司了。我是第16封哦，弟弟要记得看。好，我看到那个书了，很漂亮，很漂亮，谢谢。弟弟上次就是竞演的时候有看到我们为你做的灯牌吗？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有灯牌。那个灯牌是我们有15个小姐妹，就是特别特别喜欢你，我们把自己叫做小十五。那姐姐替我谢谢那15个姐姐。那姐姐，那你想听什么话呀？我想让你可以给我清唱一首 AA 吗？我发现你最近变了，姐姐。我怎么了？你最近变得不一样了。他这上面写的是，想听偶像说的话是你好呀，莎莎姐。对不起，弟弟，我错了，我变了。没事，两个要求都满足你。好。嘿，下一秒向你靠近，梦已准备就绪。好好听。好，谢谢姐姐捧场。啊，姐姐，时间到了，好吧？那姐姐再给你说，你好啊，莎莎姐。你好呀，弟弟。咦。谢谢姐姐能够这么久以来支持我，我会一直支持你的，我也会一直关注你的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，姐姐，谢谢你们可以为我投票，可以为我加油，而且会为我投票投那么久，谢谢你们可以陪伴我这么久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虽然这个节目快结束了，但是我们永远都不会结束。